妹妹，你起来干什么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醒醒！你在干嘛？滚蛋！我头好痛呀，哥哥，怎么了？你刚刚在用头撞墙？你别吓我！怪不得我头这么痛。你不会是梦游吧？好像是的。你不记得了吗？距离你上次梦游是在你4岁的时候。那时候我记得那天你是跟着我们一起去河边游泳，夜晚的时候，然后回家之后你就开始梦游了。不会跟上次一样的情况吧？先不管这么多了，你没发现咱们身处的这个环境不是咱们家吗？对呀，先睡为敬。哎，你给我起来！好了，先到处看看，这有两个衣柜。你，哎，这有个箱子，有鸡腿，钥匙。走，打开了。走吧。这是哪？不知道。有本日记。各位朋友，在祭拜时需记住以下几点：不要大声喧哗，放入贡品需按照火灼之时位于南，水中之时位于北，金属之物位于西，木什么不礼仪不可乱，名正而言顺。什么鬼东西？不知道。请各位遵守须知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这里是用来祭拜用的，什么事吗？看起来是的。走，继续往前走。嗯。这里有把带了锁的门，还有被木板封起来的。哎，里面有个箱子，咱们得找到什么东西。这个箱子，我找到斧头了。嗯。应该是把这边劈开。锤子，这锤子应该是用来砸这把锁的。嗯，砸开它。对面这扇门为什么是打开的？先看看这边，有张凳子。箱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这边呢？诶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奇了怪了。你那边呢？没有啊。应该是要找到开刚刚那个铁门的钥匙。微缩点一下。嘿，在这儿，在上面看到了。走，等等，怎么回事？有个小女孩。你是谁？哟，消失了。先看看这边，柜子需要密码卡，太黑了，咱们得先找到密码卡。这边好多藤蔓，注意看头顶。嗯，这有个箱子，密码卡。嗯，等等，我被定住了，这里被封住了。谁敲门？不好，快躲起来！什么东西来了？是这个小女孩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不要伤害我妹妹！看见了 ，BGM 也消失了。我可以出来。
吧。他会不会出现？这边有柜子。小心点啊。耶，他出来了。小心点，哥哥。解决了。这里都没东西啊！找到了个扳手。扳手应该是去修那个机器。好嘞，往这边走。机器已经启动，怪物消失了。哎，有个箭头很好走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喂、哎，不是怪物消失了吗？走了。左边门，右边门。一边走一边。对应的罐子打不开，这边，哎，哟，妮妮，刚刚从上面掉下来，死掉了。有东西吗？这边有个门。沙发后面，抬头。哎，有一桶汽油。汽油，先往这边走。机械燃油，这放进那个机器里面。嗯，开了。哎，客厅的钥匙。这边，看下有没有箱子，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客厅在哪？客厅应该是在这。这估计等会要躲进去，哥哥。需要数据线。嗯？这白色的，白色的就是数据线。先开启它。不是打开了。直接打开吗？大门的钥匙。先拿着。哟、嗯，什么鬼啊？根据矿石的数量和顺序在聊天框输入密码，二三二一。嗯，获得了一把古钱。这古钱是干什么的？捡这个的吗？下面有个罐子。嗯，生锈的钥匙，是不是刚好那个除锈剂可以用到？哎，没错，走廊的钥匙。这应该是这边吧。打开了，前面就是大门，它应该会出现。